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南投新闻。草屯镇北投埔以及鸡排厝中下区的两处农路，拢因为年久失修，需要改善。经过地方乡亲反映，南投县长林明进前往现地勘查，表示为着砖头通行安全，将重新铺设路面。会勘过程，县长阁不断提醒前来关心的里面要开距离，落实防疫规定。那个草屯镇和兴里的北投埔中下区的这条农路，乡亲向前来会勘的林明进县长反映，带有100公尺长的路段，那公所重新来铺设路面，路边嘛爱做挡土墙，这边来影响到交通的安全。那就是路面，这卖算无够宽，转弯呐，转弯有啊，咱呢。那因为咱边啊哈，拢拢是农田哈，那长久以来哈，咱路边的哈路基哈，嘛拢一直哈，因为车辆的行驶哈，那导致我们的路基一直崩崩哈，那严重的影响哈，咱家居民的进出哈。那是辟风里决定将头前的农路，李长林因何表示，中尾完成了后，已经20多年唔捌整修，路边的壁块破损，皆影响地方居民，再个农民的交通安全，希望官府嘛会使时间改善。议员吼，我之前来讲，来拜托讲，咱这路已经真正严重吼，啊，今仔日吼来看，来另外来看吼，啊，话真特别，重视咱这個路已经30几年啊吼，拢无个防尘吼，啊，较真正害地嘞吼。你们前馆长会勘了后，表示讲复兴里的农路，将这堆啊修成了后，马上来发包，动工改善。啊，若是辟风里农路的部分，卖走找到150万的经费，重新来铺设新的路面。啊，咱县政府特别吼，筹备经费吼，啊，咱月诶北投埔啊，大概要开50几万，啊，咱即摆月卖厝只一要到150万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即路面啊，咱要紧甲来甲做好吼，啊，互咱遮中下区遮咱遮农民啊，啊，甲遮住户啊，啊，出入啊，有一条较安全的来环境吼，这是咱政府爱做的工作吼。会勘的过程，林明进县长阁不断提醒了乡亲，要扭开距离，做着防疫措施。伊强调，防疫同时，无妨碍着建设推动，要让乡亲阁便利安全的道路。记者林雨欣，采访报道。